今天太爱喝了，一个人去看一部电影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吃我的早餐了。我的早餐是一个老酸奶，再加水果麦片，再加黑米圈。哇，我居然能单手开酸奶盖，这酸奶盖也太好开了吧！我发现我真的很爱吃脆脆的东西，从早脆到晚。为了不洗碗，我真的是拼了。非要把它们装在一起。其实大家敲黑板了，如果你真的是要保持身材的话，我这样吃肯定不行的。你肯定要选择无糖低脂的酸奶，然后只配这个黑米圈吃。但是我选的酸奶呢是普通的，而且又有这个热量比较高的水果麦片。我也不是不想保持身材，而是比较节约吧。这个水果麦片打开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吃光。朋友刷到一条好好笑的抖音给大家看，这不是小黑本黑吗？是小黑本黑啊，太好笑了。已经中午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中午吃什么。今天中午要吃一包泡面，这个是拌面，冬阴功口味的。因为吃这个已经比较不健康了，所以我配了一些青菜，有绿豆芽和生菜。里面了，浓浓的冬阴功的味道，太美妙了，香。酒足饭饱，今天呢，我准备出门一个人去看一部电影。外面天气也不是很热，我就穿了一个薄外套，针织衫配一个牛仔裤，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搭，但是不管它，就要这样出花。今天想看的这部电影是李安导演的《双子杀手》，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李安导演。然后我前段时间比较忙，终于这两天我有了时间，但我发现离我家最近的那些电影院它全部都撤档了，所以我今天要坐车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看，主要是为了李安导演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支持。我现在已经打到车了，离我还有4分钟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但前两天的成都还是出了太阳的。今天是礼拜天。今天我背的这个大包里面除了可以装相机，我还偷偷的装了薯片。我准备待会儿边看电影边吃，这个口味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，安利过无数次的。还有一个好东东，还有一个最近太爱喝了，这个 Miko 的奶茶，我买了一箱，哦不，两箱回家，也穿上。电影看完了，现在天都已经黑了。说实在的，这部电影啊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，还是符合我的期待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现在还很早。我正在喝昨天打的黑豆浆。今天是周末，然后我的朋友来我家煮火锅吃，所以我现在先在美团上下单了一些蔬菜，比较重的我就在美团上买好了，像那些新鲜的海鲜肉什么的我就去超市里面买好了。 OK， 买了水果玉米、丝瓜、西红柿、丸子、土豆、娃娃菜，完成。今天准备煮的是冬阴功的火锅，这个我在去普吉岛的时候就买好了。这两包的味道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这个汤底看起来就比较的清，这个就是那种浓浓的冬阴功。今天就吃这个好了，研究一下怎么吃。
为3到4人准备的，需要准备5只虾、40克蘑菇、500毫升的水。它这个里面不仅是有粉料包，好像有一包油，最后再加油。他说好嘞。哎呀，菜到了，好沉啊！天，好多绿豆芽、丝瓜2根、娃娃菜2颗，好多水果、玉米、西红柿、土豆4颗、丸子。咦，这个丸子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啊？现在准备收拾一下了，素菜差不多就够了。我今天就不买素菜了，我待会儿出去买一点海鲜和涮的那种牛肉卷啊、肥牛啊、肥羊片啊啥的。因为冬阴功的锅，我就不买那些内脏了，什么毛肚啊啥的，涮出来应该没有牛肉火锅那么的好吃。哦，最近那个英剧的第二季又开播了。我昨天花了一整天把8集一口气看完了，就是那个去他的世界。这一季的一开头呢，是有一个新的角色登场，这个人划重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剧透了。总之这一季也很好看。这种爱出油的地方就让散粉多待一会儿，待会儿再扫掉。然后这两天我也在看奇葩说，这一季是第6季了，但我没搞懂它播出的时间，我以为是每周4晚上更新，但是我上周4看完了，这周4看好像又多了几期，不知道是不是一周有2根还是3根。眉毛画好了，今天画的有点粗，但是我觉得不违和。我发现这一块腮红的使用率比我自己想象中高多了，我每次不知道用啥我就会用它。我去，今天怎么这么显色，今天变成橘屁股了。其实我是个超级喜欢逛超市的人，我觉得逛超市好解压。比较喜欢逛的一些区域就是蔬菜水果，然后零食，然后调料区，还有就是那种冰柜，冰柜里面有冰淇淋啊什么的。逛那些地方会让人觉得很放松。就用这个润的唇膏吧， NYX 的比较润，也先来一点。大家吃过就是每次逛伊藤，它的那个出口都会有那个像车轮饼一样的，里面可以加抹茶的，可以加红豆的，还可以加那个酸奶的，很好吃的一个饼。它的章鱼小丸子也很好吃，今天一个都不买，因为晚上要吃大餐，我今天就少吃点别的东西好了。基本上妆容就完成了，我准备再涂一点点高光。高光涂 Smashbox 的这个高光，超级自然，又好看又细腻。完成，今天我就不涂睫毛膏了，因为我懒得卸了，反正周末嘛，舒服就好。今天穿一个黄色的毛衣，下面是加绒的牛仔裤，宽松的，然后穿的是黄色的袜子。这个拖鞋很暖和，大家一定要在冬天穿这种带跟的拖鞋，保护好你的脚脚。出门吧，因为要买菜，所以额外再带一个这种布袋子，环保从我做起。Yeah. 背上我心爱的小包包，现在出去赶公交车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今天的作词能力哎有点差。我下车了，我现在要步行到伊藤，但是现在天已经开始下雨了。大家看，成都的秋冬永远都是阴天，永远都没有太阳。哎，就是啊，他谢谢。再帮我蹭点这个嘛。好沉啊，我现在买完菜了，还是打个车回去吧。啊，谢谢哈。
让我们来看看我的朋友到了吗？ Where is she? Where is she? 哎，钱你在哪里？糟了，你去错门了，你快来另外一个门，你快过来。感谢博主 K 季红亲情搬运。没有 K 季红我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到吗？哦，我以为你要到那个。糟了，我觉得要失败，因为这个要翻车，要傻一点。哦，还有一颗。你是什么、啊？我是快乐的小神仙。你在干嘛呀、啊？我要把这个汤倒回那个虾头熬的油里面煮一下。认真的给你煮饭，真的好幸福哟、哦！好幸福啊！这还不是最终品哈、啊。你在做什么呀？熬虾油。你可真牛了，快乐小神仙。刚刚那个画面，我的天哪，没了，现在不好看了。又有了。哦，好香啊，麦，麦，麦，蛋挞出来了吗？出来喽！真的很烫，这是什么味道的？巧克力和蓝莓。哦，这上镜很好看哎，蛋挞。刚才我尝了一个巧克力味的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比我在很多星级酒店吃的甜品都好吃。